咱这办个档案啊。一枪毙一枪。必须整点啊。走走走，咱去吧。咱们这么兴师动众的，是去抓几个呀？一个还不够。一个？抓一个人去两辆车，十几个人。那你说去几个人？一对一，孤胆英雄。你是不是以为警察办案子是去玩命的？这一对一是夸张了点，三对一总可以了吧？你快闭嘴吧！没人拿你当哑巴。同志们，我说两句啊。今天咱们要抓的这个嫌疑人叫丁大用，他身上背了两条人命，是部里通缉的 A 级通缉犯。本来这活呢是人家刑警队的，但是线人跟我很熟，就把这通报给我们了，也算是给大家伙一个立功的机会。哎，切记啊，这人身上有凶器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一切行动听指挥，听清楚了吧？明白。是。路上咱听陈哥的，再搁我眯一会儿啊，能眯的都眯一会儿。还没到啊，别说话了，都睡着呢。我说你这个人话怎么就这么多呢啊？没看大哥在休息呢吗？我都一个小时没说话了。再说了，都睡着了，总得有人放哨吧？那就好好放哨，你废什么话呀？还有理吗？你就陈警官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？看出来了，啊，那行，那我就给你多说两句啊。以后记住了，有事儿奔前，没什么事儿闭嘴，在后边待着，知道吗？别你自己惹上麻烦，还把我捎出去。什么叫有事儿没事儿啊？那警察不就是抓坏人？啊，中，你没看大家都在休息呢吗？啊，你在后边嘚不嘚，影响大家休息，一会儿还有什么劲抓人呢？抓人？行动！坐下！儿子丁大勇他犯了法，他是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的。但是法律中有规定，只要他投案自首，真的可以从轻处罚。这是他最后的机会。刘双，走吧，别聊了，我跟你说点话。有什么非得现在说？
你听话的，走吧，出去再说。罗队。 报有误吗？一会儿说。哥，人在家呢。在家，在哪儿？就在老头背后那衣橱里。什么？他刚才拉拧的时候，你没反应过来啊？他睡过的被子是闷的，说明是没走。全家就三个屋，除了衣橱，还哪能藏人啊？ 凭这个就确定他在那橱里？当然不是了。你想想，全家那么多能坐的地方，为什么老人家专门坐在衣橱前面？还有啊，你不觉得那俩椅子太大了，放在衣橱前面很碍事吗？嗯，可以啊。第一天出任务，表现不错。叫什么来着？李导演。行，记住你了。警校毕业的。 这点观察力算不了什么，那正常。毕竟是学这个的，人小杨，北大法学硕士，这种杂七杂八的事情，第一次没看出来也正常。人家不是学这个，以后多出几次警，有三脚猫的功夫算不了什么。高总，那咱们现在回去。哥。 我看了一下，就这一个出口。你呢，带他们两个年轻的在这等着，我跟七子他们回少人家。高总，要不我跟着你吧？挺指挥。哪儿那么多主意啊你？行，哦对了，高总，你们这回不用从刚才那门进去了，我把他侧屋的窗户打开了，你们可以直接翻进去。哎，这儿，当心点啊！去吧，七子，走。 真是北大硕士，不然呢？你以为我敢在一群警察面前造假？我本科就是北大，如假包换。那你这么好的学历，你干嘛来派出所呀？我考上了市局，结果刚去报道没两天，就突然接到通知。 让我到基层派出所再锻炼一年。哎呦，我倒替你憋屈。站长，到基层累积工作经验嘛，到哪儿都需要。瞧你这话说的，一看就是当领导的样。我就不想从小到大学习太差。哎，你们北大俩字儿我倒没连上写过。那你是怎么考上警校还能毕业的？这就是我的本事啊。 跟你不一样，我每次都能卡着及格线过关，不像你们只会考满分。聊什么呢？李大为，我再给你买点瓜子儿，沏壶茶来。快这边！哎，这边！快快快快快快！快！这边！这边！二哥！这边！这边！二哥！大爷，大哥！走！ 大妈，慢点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往前走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走，快走！坐在前面了，快点！上车！快！别乱，别乱，别乱！到前面去，上车！告诉我们去哪个？前面需要坐单，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上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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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
走，出手找我们！走，愁死我了！干嘛
杀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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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人
涉嫌杀人，是通缉犯。我希望你们冷静下来，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我儿子没有杀人，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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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人。后退，后退，警告第二次，没杀人，没杀人，后退，警告三次，没杀人，后退，没杀人，后退。你快看看吧，帮帮我！都别动，都别动！我儿子没有杀人，我儿子没有杀人。快把东西放下！救救我儿子！我儿子没有杀人！救救我儿子呀！对他们不残酷，阿娇对自己的人残酷。如果他们村干部没来，会出多大事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告诉我，是我太没经验，没处理好。行，知道就好。别跑啊！一跑到时候裤子掉了，我给你白穿了。采访？采访采访你？你胆儿够大的！犯事儿的时候怎么想的？以为警察抓不着你？别说话。闲着没事聊两句也不行。聊什么聊？审讯犯罪嫌疑人需要全程录像，你不知道吗？这人回去以后就得要交给人刑警队。闲聊两句。不用，我都快干完了。也不知道昨天那个抓捕行动最后怎么样。就是啊，真羡慕他们这第一天来就能出去的人。小杰，这么早？师傅，您更早。我昨天晚上替教导员带了个班，他们家大孩子病了，严重吗？说是老毛病，这个岁数啊，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。常总，小赵，你也这么早？不早了，常总。那个，我和夏杰都很羡慕他们这第一天报到就能够出案子的。他们？啊。哦。怎么，夏杰，你也羡慕？我本来也提出来要去的，那正好，我带你出去转转。是有任务吗？算是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
小赵，所长，我是不是踩到你了？没有。疼不疼？不疼。你这么大的天硬了还不疼？不疼，所长。你找我有事儿？没事。有事儿。来来来，办公室坐。来。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坐。坐呀，就不坐了，所长。你找我啥事儿啊？所长，俺是想问问您，我们新来的这四个是不是都有师傅？对呀，这是传统啊。那您能当我师傅吗？我当你师傅。所长，我听过您不少英雄事迹，我对您很是崇拜。我当了一辈子基层民警了，我连个三等公公都没立过，哪来什么英雄事迹啊？哎呀，学长，哎，咋了？江小月，哎，啥事儿？没事儿。哎，高潮、老程他们还没回来？应该快了吧？啊。哎，你是刚从医院回来？啊。怎么样啊？没事儿。哎呀，这四个老人够你受的啊。还挺得住。所长呢？那我先走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先走。哎，你放心啊，师傅的事情呢，所里面会统一安排的，我们一定会安排最合适的人，把你们培养成为最优秀的警察。啊？那我就放心了，所长。好，放心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把你们每一个人都安排一个师傅的，好吧？那我先走，去忙吧，去忙吧。哎哎哎，走了。啊，小然，你做他师傅？这孩子要求进步嘛，目标够远大的。你要多关心。当然。报道，报道回来了。哎，来了。那你说嘛，张眼睛一看就知道，稍微分析分析，你说老人家那个。回头这事儿呢，我盯着，让罗队长给咱们组请功，不能白这么抓人吧，是吧？哎，所长，这搭头可以啊。谁？那搭头，那脑袋，脑袋可以。真的。哎，哎，来车。哎。哎呀，建军回来了。哎呦喂！哎呀。建军啊，辛苦了，辛苦，辛苦，辛苦了！我觉得这个脏活累活啊，都让你一个人给扛了，你。嗨，为人民服务嘛。哎，行。哎，你怎么还抓了一个回来？别急呀，所长，那儿还一个呢。你这什么情况啊？一拖二啊！碰巧路上遇上了，这俩人啊抢一群众的摩托，正骑着跑呢，被我用车堵路边了。我也琢磨，俩人抓一个回来不合适，干脆都带回来得了。建军可以。这是谁啊？曹建军啊，出了名的警戒英雄。对建军来说，这就是小菜一碟。他跟高所谁厉害？不爱听这个。问到重点了，这个呀，你自己以后慢慢感受吧。我收下了，所长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千万不要走。都回来了是吧？大家伙都辛苦了啊，抓紧时间，赶紧休息，好吧？啊，我给大家宣布一下啊，以后这张床，我们就留给博士了。不是博士，所长，不是博士呢，从外地来，还没租到房子呢。所长不用这样，真的不用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不用啊？你觉得这有点条件不太好，寒酸那点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这么办吧。现在年轻人抓紧时间休息，老同志们跟我来一下，抓紧抓紧上床，抓紧时间上床。杨树砖榻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来来。
们这个新人都见了，来，聊聊这个印象如何？我先说两句。嗯，我是觉得这个搭头啊，虽然嘴有点碎，但脑子够用啊，是个培养的好苗子。但是咱们局长送来那个就是个书呆子。行啊，局长送来的你都敢下议论？哎哎哎！不要过分解读啊，高总，你说那个李大为不错，是啊，很明显，就是昨天抓捕的时候就看出来了，是吧，陈哥？就是抓捕的时候，你看上去这孩子很轻松，但是呢，哎，这个心里有准儿，眼里有事儿，我觉得真不错。毛躁了点儿，嫩点儿吧。就拿昨天早上那个公交车事情来说的话，有那份警惕和敏感，还懂点人情世故，那确实挺难得的。我也批评了他，也是为了他好嘛。至于杨树这孩子呢，那都是好孩子呀，嗯，就看我们怎么带了。那个所长，我再申请个事儿。就是带孩子这事儿，我干不了。哎，别别，你别不是，一呢，你看我年轻，二呢，我还有事儿。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，哎，我还没决定呢嘛，还没决定谁来带孩子嘛，咱们就是讨论讨论。啊，就是讨论啊，不是开正式会议。那我睡觉去了，我都困死了，一宿没睡。哎，现场你怎么也走了？你让他走吧。也是。这程所也不在，没法议。嗯，我也走了。那你也走吧。回头再说。嗯。哎，志杰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不是你叫我来的。散会了，回去睡吧。今天的嫌疑人。在他们家衣柜里，让我一眼给看出来了。还有啊，高佐他们后来进去的时候，那侧窗也是我给开的。厉害了，小哥。我叫什么呀？李大为，知道吗？哎呀，真羡慕你们，真想去现场参与参与。有机会。怎么了？真以为他穿塌了？那边有床。你要想对他们不残酷，那就要对自己的人残酷。如果他们村干部没来，会出多大事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就先带你在附近熟悉熟悉情况。嗯。这里变化还是很大的。就是这个地方，当年我跟你爸发现那个嫌疑人啊，就是这广场。你爸比我大十几岁，可他跑起来我根本就跟不上。那个嫌疑人五大三粗的，比我们俩块都大。跟你爸一个侧扑，就把他扑倒了。
怎么回事？有人敲门。上车。走。就在前面。小姑娘，在这等着，看着车，快下去。认错人了，我们走。为什么不找他？他手里有刀。啊？走吧。就因为他有刀就不抓了？他翻过后面那个栅栏门，就是一条小区。人多物流多，让着自己上面的人都不是好事。小姐。记着我的话，一旦发现嫌疑人手里有凶器，不能贸然往前冲。还有，千万别把嫌疑人逼到死角，否则他逃无可逃，肯定跟你对命。记住了。你们追上了吗？你那包里有钱吗？现在出门谁还带钱呀？当然手机在包里呢。手机多少钱？5000多。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的，小杰，给他填个报警单。留下联系方式，把电话号码记下来。你那包什么牌子？普拉达的。是真的吗？说实话，这关系到以后的定罪量刑。高仿的。看来仿的不错啊，小偷一定是当成真的了。喂，姓名。所长，啊，你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夏杰，处理完了赶紧回所里，有任务。你呢？我另有别的任务，注意安全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警察叔叔，那我的包呢？找到了，会通知你的。各小组注意，各小组注意，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啊，一定要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一定要把劝架放在第一位，一定要把劝架放在第一位。收到，请回答。一组收到，二组收到。男主收到。好。要我说啊，就这么点小事儿，咱们也向上面反映了几回了，就是不解决。这回索性咱们就不管了。霍书记下去都得排名不要了，就让他们闹到市政府，说不定这么一闹，问题还就解决了。你是不想穿你这身衣服了是吧？什么废话！把恁的毛交出来！交什么交？我们的猫又没吃你的鸡，就是你们的猫，我儿子亲眼看见的。嗨，你别拿小孩说事啊！这院子里猫多了去了，凭什么是我们的？我告诉你，就是你们的。对，还放屁！哎，你们谁放屁？哎，你们谁放屁？就是你们的猫，我们这边的猫在家待着好好的，没出过门，哪像你们家养的猫到处乱跑，跟野生一样。你们家可野生的呢？别动手！哎，别动手！哎。报告！举荐举荐，你赶紧把这个李家村、刘家村这两个村主任给我弄了。这两个老滑头一出事，他们就躲起来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不管是青爷也好，狼爷也好，都管他管，能不能完成？没问题，去。
位啊，这个情况呢我都了解啊。你们呀以前是这个邻村的乡亲，现在同一个小区的近邻，有什么话可以协商解决吗？非要搞这种极端手段吗？啊，有什么话好好说嘛。好了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别老说都是废话，我们也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这个情况我了解了啊，谁丢的鸡？我的鸡呀。啊，还下着蛋呢。哦，你丢了几只啊？丢了一个。啊，好。那个新车，新车。哎，来来来，所长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，鸡也来了。大姐，你丢了一只是吧？我做你四只，有公有母，行不行？全送给你。真的啊？真的呀。哎呦，好吧。谢谢所长，行了，都散了吧啊！谢什么谢？这就不是鸡的问题。对呀，这根本就不是鸡的问题。你想家这两只鸡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？哎，怎么可能啊？他拿着咱们李家庄的，当啥东西啊？哎呀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刘庄这鸡的太深了，说好了东区归他们，西区归我们，三天两头跑我们这边来惹事儿。对，我们昨天丢这个，今天丢那个，谁知道以后丢什么？哎呀，你少说两句嘛！你自己的鸡看不好，你帮我们什么事儿啊？我少说两句。你们这是恶人先告状，我们还想着跟你们算前些天你们这小孩跑我们地摊上撒尿的事儿呢。就是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呀，我终于把你等来了。什么？不是，我家里边真有事儿，有事儿。我这车比你家里真多了。还有什么？哎呀，你别说雷锁这个，还有病人呢。行吧，你看看，这情况你不管。我先处理完了，行不行？不行，先把这里处理完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们俩都是干部，都是主任嘛。王所长，你说我这还算啥主任呢？这都住了高楼了，没村了，哪还有我这个主任呢？就是啊，我都这么些年没管事儿了，没非得让我来，我正在家里看着网盘对对碰的，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？这都弄成一锅粥了，你还看什么对对碰啊？哎呀，这没法说，这是。王所长，我，你说让我管，这一没职，二没权，三没钱，咋管啊？哎呦，你还要再说了。两个村本来就有矛盾，没非把东区西区放到一块儿，这不出事才怪了。你这事儿好办啊，东区西区之间建堵墙不就完了？你废什么话呢呀？那得找规划局批吧。少说两句。那个警察说得好，建墙。哎，这个主意不孬，好主意，好主意啊！你懂什么机灵啊？不说话没人把当哑巴。还有你，乡亲们啊，大家听见了没有啊？啊，那个警察说了啊，让咱们建墙，咱们找政府。嘉祥，哎，大家伙啊，在那个厅听警察的，他说让咱找规划局，走，找规划局去。找规划局去。咱拦住我，咱拦住我。来来来，冷静一下。把前面给我出去，一个人都不能出小区。规划局的处长来了，处长来了！这我真气死你了！你跟哎呀，大家这我真不行！哎呦，你说你这个人，我发现你怎么的都说不明白了，你就跟你，我真去不了。哎呀，没事，你安慰安慰大家也是嘛。乡亲们，别激动！哎，别激动啊！那个规划局的领导急大家所急哈，所以这徐处长亲自来跟大家见面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，就跟徐处长说啊，先听徐处长说两句。乡亲们，我是规划局的啊，我姓徐，大家就管我叫老徐就行。管你老什么老，我解决问题。能解决问题啊？哎，别吵，啊，听徐处长说。
今天呢，我就是给大家。别叨叨，赶紧解决！你保证解决问题吗？赶紧解决问题！解决问题，赶紧解决！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！我解决什么问题呀？我解决！我一个处长，我能解决什么问题啊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谁答应你们解决问题，你们找谁去，跟我没关系啊！你们说说干嘛啊？我们解决问题。哎哎哎！怎么骗我们了？怎么骗我们了？全部来了，是被解决。都先别激动，都冷静点。小燕，你怎么别拦着了？我们是解决问题。那快点！先叫姑娘一会儿。放开他，往后，没事冲我来。往后。我不针对你啊，你让我过去就没事。别闹，往后。冷静，保持冷静啊！媳妇儿，出什么事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好了好了，千万千万不要动，对，不要哭，没事。叫家属了，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二宝，两块，别动，都在，别动啊，真的别动，对，别动，别动，蹲下，蹲下，别动，别动，你们俩去找陈子去，找梯子去。李家村人啊，什么李家村？赶快下去，我知道。我们正在想办法，正在找上。别哭了，我跟你讲，控制情绪啊，你要相信我们警察，我们警察一定会把他救出来的，好不好？让一下，来了，警察同志，来，继续去，不去，我来，你不能下去，我可以，你换个人继续下去。首长，我去吧，我学过救护，而且我也瘦。你是个女孩子，你缺个救护也不行。首长，让我下去吧。不行，夏姐你不行，所长还是我来。你说你这么大个子，你得下去不添乱吗？你，你也来了，没事，所长，我下。不行，别叫队员，你要人就老上，不能下去的。没事的。哎，你怎么绑上了？人命关天，来不及了，所长。站好，注意安全啊！是，好了，来来来，把绳子拉紧。好，先生先生，你们站一下，夏姐下去了。二宝。姐姐来救你来了啊！听话，别动啊！就这样，别动，慢点，快点，再放点，快点，夏姐，当心点，夏姐，劲儿力，抱着了吧，有点，绳子使点力，拉紧，绷紧，可以了吗？不好使，再放一点力，好，我的绳子是助力啊，好。快放，没事，好了啊，对不起啊，来，孩子再跟我说话。好，慢一点，没事了啊，我们上去找妈妈啊，没事。来，好，拉，小心，轻点。夏姐，身手可以啊，小意思，脸上有点。哎呀，你看这姑娘家的啊，弄得这么脏，辛苦了。
个账，有些事儿可能就需要女生来做，有优势。来，咱坐会儿擦擦脸。谢谢王村长。哎，也谢谢咱们八里河派出所的干警们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谢谢，谢谢。你不要谢我啊，我还是要做你们的工作啊。我真是希望你们两个村啊，在这个阳光小区和睦相处。啊，这工作，这这么好做吗？你说？哎，李主任啊，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啊？是，老李啊。你派出所的同志把孩子都给他救上来了，你在这儿，你显得多不近情呀！你看你这，我不能。王处长，你这样，我们两个做工作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也工作，我们去做。我也做，我也做。哎，这个对了吧？大家鼓掌，感谢！哎，感谢了，感谢。打电话，我要是不打电话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外面受了这么多的苦。你赶紧回来，咱不干了，咱不在八里河派出所干了。我现在就给局长打电话。日落西山风乍飞，转身打完把云关。镇西警员李大为向您报道。吃饭。